新的一天，新的大脸，噔噔。感觉今天口红的颜色好深啊，要眼睛或妆。我的睫毛啊，今天是没有戴假睫毛的，但是我这个睫毛一卷就是一夹，然后一涂就非常的翘，而且定型非常快。我之前用到的睫毛膏，从来没有一支这么厉害过。它就是这支，不知道它看清，就是日本 Kate 的这支黑色的睫毛膏。这支我已经用了差不多有4支了吧，真的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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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用。它真的很能够定型，跟那个反正就是很适合我想要的效果吧。它能够刷出我想要的效果。之前 Kiss Me 啊，还有兰蔻啊，还有很多很多，包括泰国的等等很多的睫毛膏我都用过，但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保持这个感觉，所以这支我还是非常推荐，你们可以试一下。但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这个效果，但是这支我真的是无限回购，而且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是最喜欢的一支。它卸妆也非常的容易，然后就是它效果，看一下效果。哎呀，我这涂的不太好，我习惯就刷那个下睫毛刷的非常长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我眼睛特别大，其实卸了妆之后我的眼睛真的就一点点。我今天要去逛那个美术馆，玩一下我的猫，因为我朋友昨天跟我说，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，那个美术馆呢是免费开放的，所以呢我打算抓住今天免费的机会赶紧去一趟。然后据说那边逛一天都基本上不能看很多吧。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快要几点来着？一点，快要下午1点了。虽然这个美术馆离我很近吧，但是我不知道在5点之前能不能看完，估计是看不完的。但是呢，由于今天是免费的，所以我就打算去了。由于我没有手机支架，也没有任何的三脚架什么的，所以我这个设备非常的基础，就是我的手。这边就到这个美术馆了，它这边这幢也是，它有很多幢建筑，然后下面是地下通道通的。这儿有2个新的地方，这边就是入口。This one is decorative art, and this one is archaeology. So it's pre-Columbian, Sacred, and Islamic and Asian. Where is the contemporary art?It's in the basement, so it's the S2, and you have access for all of, you have a room inside in the S2.